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我才16岁，和同学出去玩，大家都吸，觉得酷就跟着吸了。我22岁，都说毒品不能碰，就是不知道有多可怕，好奇试了一下。腰伤经常痛，朋友说吸毒能缓解疼痛，没想到很多年轻人因为好奇耍帅跟风，在完全不了解毒品危害的情况下，稀里糊涂掉进了毒品的坑，再没出来。截至2014年底，中国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。截至2015年底，我国记录在案的吸毒人员已达234.5万，其中18到35岁的吸毒者有142.2万人，占吸毒总人数的60.6%。为了那些年轻的孩子，深读君开了这期吸毒与戒毒专题，好好的说说毒品那些事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